梅香，这段烟花舞当真是送我最好的礼物。这件礼物，梅香必须送给你们父子俩。 当年，你与你父亲既想攀附袁家，又怕与我退婚之后落人口舌，于是就派人假扮江湖帮派，杀我全家。我当时就在假山水池之后，看见你亲手杀死我的父母。 他们曾经视你如亲子，你是如何下得去手的？你为了报复我，却为身选贼。 当年若非袁清江偶然救我一命，我早就成为冢中枯骨。今生我只爱他一人。若非袁家，明家哪有今日？然你们却恩将仇报，想要覆灭袁家，还囚禁金谷真人，为乱天下。今天，我就要为民除害。 想的那样，凤阳，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，这毒是袁家独有的毒。我自小就服用解毒之药。凤阳，我是明家人，我是你的人。<笑>原来你就是那贼，这袁家小贱人！<笑>我是你的妻子，我怎会害你？ 父君，幺儿不能没有爹。心愿他，开工啊！开工啊！秦武，哥哥是来接你回家的。回家？哪里是我的家？是袁家吗？可你为什么要害得我成为富家罪人？是明家吗？ 为什么他们人人都想让我死？天下之大，哪里是我的家？虚情假意，去死吧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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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将者驰骋天下，赤者合纵连横，聘者永固邦交，义者以忠蔽之，侠者济弱扶倾，最后一子正是六子之心，你猜为何？为何？乃率者了然宇宙于胸臆，多少孩童流离于乱世，侯爷何不在其间挑选六子，用心培养？至于双生子旦，日后侯爷自会知晓。没事吧？是我兄弟不好。哎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走了走了。走了。走走走走走。哎，看有多少，有多少。哎，你别抢了你。